孙子跟我说，他将来要做一位医生。我阿公跟小智的阿公很爱聊天。阿凯啊，现在已经长到123公分了。你有听过小智聊聊吗？我是说我小时候也。后来他们不再聊天了，窗户都一直关起来。大哥，要修伤来这边哦，来给我就可以了。我这边你是纱窗破掉了，放指挥进来，赶快来修一下。我孙子这个你当班长。纱窗补好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补好了。信义房屋。